提到虎哥，相信大家都很熟悉，如今的他可谓是娱乐圈的万人迷，因颜值高和精湛的演技获得了不少网友的喜爱。而虎哥的帅气莫过于来自《仙剑奇侠传》的李逍遥，而他就是因为这部戏让他正式进入了娱乐圈。之后虎哥再次主演《仙剑三》，这部戏不仅带红了虎哥还有杨幂这两位主角啦。说说杨幂，如今34岁的她已经自己看工作室带艺人了，片约不断。而虎哥近几年来在娱乐圈可算是苦尽甘来，成为观众最喜欢的男明星之一，但是在他大红之际，他却选择了出国留学，并且宣告自己会暂退娱乐圈。众所周知，虎哥在娱乐圈的感情绯闻少之又少，近日却有网友爆料，虎哥当年在拍摄《仙剑三》的时候和女主角杨幂有过一段刻骨铭心的恋情，当年两人也是因戏生情，在剧组的时候虎哥称杨幂为野蛮女友，之后剧组组织大家一同出国游玩，照片中杨幂不是跟好闺蜜柳诗诗挨在一起，更多的是靠向虎哥，就像是一对小情侣，关系很是亲密。细心的网友还翻出了虎哥和杨幂两人当年的微博，那段时间两人在微博上发的内容和心情都是一样的，让网友们不得不怀疑两人在一起过，只不过怕影响事业，并没有对外公开。